Hello，我是 Elvin，大家早安。今天要来到永和的宝平路这边，要去吃一家很好吃的石井面。就这一家，人很多，再搭。好，现在这是他的菜单。我要这个石井面小份的。好，我已经点好了。这个是石井面汤的小份，然后我刚刚还去玩这个，就是它的辣酱。好，刚这是瓦错，这其实醋我刚加错了，这个醋是加到这里面的。然后我等一下先喝一口那个汤。然后这里面有这个哦，这个贡丸，应该是肉羹。然后这边应该是这个蒸肉。然后这个。这个猪肝，这个是鹅啊。那我开始吃哦，先喝一口汤。它猪肝很嫩，这个肉羹很软，调味刚好。这应该就是那个油面。它的鹅啊算比较少，但是很多，还蛮多的。很鲜。然后它这边还有这个辣酱，可以沾着猪肝的。加了以后味道更重，更完。它这个贡丸是那种很 Q 弹的，是我喜欢的。这面真的很好吃，它的汤很厉害。我建议的话是点汤的。加一点醋，这我刚刚加错了。加一点醋的话，味道会更香。它的肉羹也很好吃，超级推荐这单。它的猪肝很嫩，烫的刚刚好。
加一点醋的话会更好喝，我个人是喜欢这样。这家汤真的很好喝，来这边要点汤，建议要点汤。它这个价格有小涨一些，它之前价格比较稍微比较低一点，之前价格是100，然后现在小涨了130，但是以它的这个分量跟那面的话，我觉得一个成年男生应该吃得饱。小份的，我现在点小份的，这个肉羹，它的肉羹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粉其实很少，几乎都是可以直接吃到肉。啊，我好想要喝它的汤，可是我已经快吃饱了。好，然后就吃完了。刚刚吃的就是对面那家，那边就是人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来这边做一个结尾。那我今天点的就是一个小的石井面，然后它之前的价格是110，那现在小幅度的调整以后就变130。然后我今天就是这样吃了以后啊，它的这个料依然很多，就是我刚刚吃的里面。它有这个蚵仔，然后肉羹，然后还有豆腐，然后还有肉，那个肉应该是水边肉吗？我不确定，对，就是肉，然后还有一颗贡丸，它的贡丸是那种很 Q， 就是很 Q 弹的，是我喜欢的那种类似新竹贡丸的那种，对，然后如果这想要吃的话，要早点来，它这边营业到下午的2点。然后现在这边就是很多人，我不知道看不清不清楚，因为那边真的不好拍，所以我就来对面这边。对，那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来这边试看看哦。这边是永和的宝平路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